腊月这个季节是狗狗掉毛最严重的季节，马上伏天快过去了，伏天过去之后这天气都快凉快，有的狗狗不那毛还没有完全脱下来，咱今天是任务是给它把那旧毛梳掉，梳掉这旧毛，然后入冬之前能长上新的绒毛，到了冬天之后不它都会保暖一些。Thank you.
叼过来，快来点啊！愿让你数，但是他不愿意让别的狗吞了。小木梳毛跟可可比，这完全是反差挺大的。可可不愿让梳毛，木那会儿梳毛跟扛特别好，你说怎么办都怎么试。那木。咱这个梳毛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跟狗狗互动的过程，可以增加咱们跟狗狗之间的信任关系。如果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梳梳毛，互动互动。今天视频咱就拍到这儿，拜拜。